却被代谢问题困扰，体重一度飙到105公斤，后来靠着饮食控制和运动成功瘦到55公斤，至今不但没有复胖，还一直维持着运动的好习惯。惊人的体态转变引来不少粉丝好奇询问他每周到底运动几次。之前他就公开回应表示，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每天运动，因为只要一天不运动就会觉得不舒服。贴文吊住王思佳留言，直呼他已经快比自己瘦了，搞笑直问他能不能放过女明星。事实上小珍爱运动的程度，连女儿 Emma 也怀疑他是不是有超人梦，还调侃他应该没人敢惹，因为妈妈一拳就能打倒别人。对此小珍则笑称自己想当女儿的超人，但更想当女儿的姐姐。母女温馨互动，超有爱。